哦，那个打死那个获得那个胸那个那叫什么胸罩吗？对吧、啊？对，胸罩，不祥之罩、啊，不祥之罩的那个效果好像也有个成就啊，所以没有拿过那个效果，我可以先去拿，然后拿到后确保一个人拿到等到三阶后，然后其他人先喝牛奶消掉那个效果。好好，谢谢飞扬的解说。你知道我的画面很好笑，你就看到风破一直对着一只鸡，然后讲话，然后走来走去，来就走，不是。飞扬，你讲的非常有道理。啊，飞扬死掉！啊，可笑死！没事，我们在这边等你，我们在山头上等你。啊，飞扬死掉！飞鸟，我被 bug， 我被那个伺服器那个害死。果然刚砍掉那一下不太对劲，对吧、啊？欸，新鲜肥鸟肉，我们可以吃了它纪念它。雷格雷，不要搞一下巫毒娃娃好不好？哎，风破，那哪边是你们说的可以找到神秘的东西？啊，我先看下骆驼。还没。你要找到沙漠中的遗迹。可是我没有找到地方可以绑它哎。就绑它是？你这个绑它是？没办法咯。它这个村庄没有内建那个栅栏。你自己做啊。把它插在一个高一点的地方。这里，哎，搞这个呀，反正就附近多塞几个，这里一只而已。然后寻找，你是寻找遗迹对吧？拿着刷子寻找遗迹。还是没有看到，不要挖这么快，不要挖这么快，不要挖这么快。还是没有看到有上面写可疑的沙子，可能是因为你扫过，所以它不是叫可疑的沙子。对，因为 Four Pro 有装材质包嘛，所以你会看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哦，这颗，我现在看我有看到，我有看到。获得什么？我获得什么？头颅陶器碎片。I'm coming。碎片，获得什么？火药。哦，所以你们那个是掏沙是不是？你们是在掏沙是不是？我们在掏，对吧、啊？在考古，我们在掏宝。考古学就是把东西通。以上节目并没有由掏宝赞助播出。这一层都没有了，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平面，这一层我看都没有了。我把不是的沙子直接挖掉了。这样子下面是没有的意思、啊。已经有人下去了，我听到开箱子的声音。对啊，有什么好看的吗？下面的有，你要不要下来看？让我看看。看来没有了。这个，哪一个？这个箱子，这个，我把这个。补给营地 free， free。要马鞍欸，我们可以骑骆驼。Later。只有沙漠自然生成的水井，海中废墟的水里，沙漠遗迹会出现可疑的沙子。海中废墟的水，我觉得海中废墟的水里是最麻烦的，因为海中你要看清楚是个很困难的事，你知道吗？有这边放一个，这边。我先，你要我必须重新再做、啊。我猜一个。这个藏宝点，你们是有人来挖过了，是有挖到的吗？挖什么？哪个藏宝点？好像那个村庄旁边有一个藏宝点，这边好像有挖过，可是我挖出来的东西被风吸走了。挖吸气，不是、啊、有挖过，可是没有看到箱子的样子。没有，我看你左边那个，你不挖，我就把它挖走了。然后东西就洗走一个陶片，啊，又一个陶片，树荫。哦，娃娃看，我这里面盖那个地方过了，他投奔自由了。要溺死了，听到吗？死不死！大家好默契哦，天哪！往北，往上，开门。不是很有、欸、他们已经来了，他们来了，有人开始想进攻了。哇，红豆被针对了，红豆，哇，红豆是正好的诱饵，哈，哇，
笑死！红兔在站的远远的，然后有没有看到就被攻击？对，我把我盾牌拿出来。队长还没生产，队长在对面。哎、欸，你们去打了？对啊，快打！哎、欸，他有那个关月岭要防一下。哎、欸，有月岭。队长会好多怨灵哦，队长会这么强？会啊，就是我们刚才打得很努力，有一个人看到怨灵还行，我看到了，快点接接，哎 ，yes， 耶、嗯，我赌了，怎么捡？用十只公司，逐渐增加，我要跟他讲说，啊，他在打，他在打，把铁巨人关起来了。不然就是先，不然先把铁巨人干掉了，就只有你，都快点，快把他关起来了。啊！啊！哈哈哈哈哈！耶！不是，哎，这边有一只。不是啊、真道德、啊！哎呦，为什么要躲在屋顶？我先好了，我先离开过来了。我只想要找个制高点而已啊，差不多可以开始。你刚刚面出来面对吗？屋顶？我想要找制高点看看他们的那个惨况。我们在见证的是一个历史的发生。对，好了，我放这边。这眼突出喏，我先走动吗？来了。啊，队长车掉没事了，哎、欸，太棒了，车掉了，他刚好在车子上哎、欸，上面要死，Johnny， 哎 Johnny， 放魔杖，放魔杖，要死，救人，有放魔杖吗？加油！牛牛，想你。哇，两万够带的。哎呦，哎呀！哇！哦，卡了，一个卡，正卡。乱边站呢，很危险。我怎么觉得？啊，一个寸。啊，这塔死了，这塔死了，为什么这塔死了？觉得我们需要大一些。这塔要变身了，这塔。哎，有人身上有那个有不死图腾哎、欸，我获得了一个免费的不死图腾。杨老师，在地面上爬的车。哎、欸，耶、欸！我、欸、成为英雄了。你们刚才打的想一下怪手，有吗？我吹完灯呢。这边有个什么东西啊？哦，这边是盾牌跟那个。来，我来看一下，我们剩我摆有十只村民一二。三四六只，现在死了四只。可是我觉得他们死的比想象中少哎、欸。然后他这边有那个，觉得死不够多是吧？瘦得死。看看烽火在哪里？对。啊，你是说可以按 ESC， 然后暂时退出来看他的要？对对，你只要不按叉叉，他的预览不会消失。哦。我在我家后面的部分在看，你这样看得到吗？我有点好奇，你按那个齿轮，它里面不是有个齿轮吗？嘿，然后你第一个、第二个打勾看看。你说齿轮吗？第一个跟第二个打勾。哎，有了，我看得到了。这样是不是太低了，对不对？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压到了。因为他到时候会要求你地板要完全平。对。为什么他这个要怎么往上抬、啊？加。哎，对。那个加，因为我现在挑了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小的。
不然营地，对我贼车。我现在挑的这个，哇，这个真的是比较小哎、欸。还是你们不建议它小的话，那就这个。不建议啊，你就反正就是你好看就好，你喜欢就好。我现在看巫师的画面，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往下，就是跟它的第一格跟那个地面同高，试试看。不知道他是不是又要我们挖那一层？反正你往下放。对，你往下这样子放，然后放看，然后就好了。已经放了，可以啊。耶、yeah ，这个我觉得中式意义比较大。Nice。它的箱子里面有一些东西啦。那至少我们装了模组之后可以坐着。然后这个架子是它的储物架，一个通的一只箱子。然后，哎，你在说哪里？给村民专用的。这个有一个花盆的。哦，是哦，那这全部泥土。这些大概都会是放哇、啊、你可以把一些东西放进去，它显示的东西不一样哎、欸，它里面放的是一回事，显示的是另外一回事。哦，对啊，里面放了一堆泥土，结果显示的是比较好的东西。新手营地，可是那个船我们要怎么上去？划船划过去，飞过去，船飞上去啊，不然就要延伸你的码头。哦，好、啊，延伸码头，延伸你的码头，延伸你的头。就是靠太近的话，下面的地又要走，所以吃水现身的船啊，它在这条河的也大概不用航行了，这不能航行啊，它大概都会搁浅。那木桶不能开嘛，然后能开的就是一些往、哦、下面舱室。哦，这个好帅哦。我有给你那个模板，你可以压。我知道。有 Beludo Tail， 这个应该就是建造用的东西吧？这里面箱子。对啊，那个市政中心就是算是城庄的最主要基地，嗯，最主要的核心。一下我一打开就正好下去。对，我是拿了陶罐，然后拿那个碎片，然后点它就会那个。没有，你要合成。你要合成它，你要合成它。怎么合？你看的数字键，我直接跟你讲，你数字键里面有个2468，你的红砖头是放那几个位置，那其中任何一个地方放那个陶板碎片的话，那个地方就会直接变成图案的部分。哎呀，哦、我做了一堆空的陶罐出来，干，空陶罐，你做的都是素色的，没有图案的，就抠嘞啊。建造那间那艘内爆潜水器的公司海洋自然日前删除了所有的社群账号，抗压性很差哎、欸。对啊，很地狱啊。抗压性的哦，抗压性很差哎、欸。这是什么 ？PDSD 原地发作。对，我发现它的陶罐是可以顺敲顺放的。对啊。那我打掉下面的，它会直接从下面直接爆掉吗？不会。为什么我觉得这可以做陶罐跑酷？我也这么觉得。顺敲顺放。罐罐水饺啊，陶罐水饺。能吃吗？骆驼为什么？它那个是保湿度还是什么东西？啊，不是，那个是骆驼的血条吗？嗯，将近两条呀。是它的血条。难说啊。跟马一样，马也是很多血。马血。哎，谁射他？我。不要伤害他。我失手了，我失手了。好不容易才带回来。哎，真能破坏！你这样让在场的各位火都上来了。破坏！快跑！小手手。混乱邪恶。啊！发生什么事？终于收到红豆，有人在前台照路啊！这就是报应啦、啊！报你个大头硬苗，我什么事都没做哎、欸！为什么这边有养猪场？养猪场？为什么沙漠要有一个养猪场？他们也是需要吃的吧？所以他们吃猪哦。是蛮残忍，很残忍吗？我可以拿三叉戟劈打他一下，在打雷的时候。等等，我把骆驼牵在这里了。你们星期六出去的时候，你别让我看到你吃猪肉。
你在跟谁说话？你呀、啊，当然是你呀、啊。